那这样好了，因为呢，我这首歌呢，我接着下来要唱这首歌是我一定要唱的，你会站在那边，我唱歌给你听。因为这首歌我以前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我还没有当歌手的时候，我在餐厅啊，在夜总会啊，我当乐队的主唱，所以我每次都会唱这首歌。可是我每次一唱完这首歌呢，很多那种喝醉酒的人就丢鸡蛋啊，或者丢东西上来。所以我现在唱完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很多很多以前的一些小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快乐的事情跟有趣的事情。那不过今天我也要把这首歌唱出来给大家，因为呢，我想让大家知道以前我在在乐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子。所以刚刚那个女生，Take a sense of